我发现这只可以上喷呢。应该是可以讲夜曲的排行榜吧？出了吗？靠背要25等啊！反正就先把礼包卷一卷，幻想音乐盒。然后最近可能会比较先把人气装备讲完再说。再看看要干嘛？我喜欢就这样。但是每个 NPC 每个怪兽都非常的重要。这期可以预览模式。太近你们会觉得不习惯吗？会不会有点太近了？其实我觉得不会，可是看又觉得有点太拓音阶级。Good time.